媳妇回娘家忘记带手机了，半夜回家求手机，再来个突击检查。老公，谁呀？干什么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呦我天哪，搂谁呀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不是时候呗？你不回家了吗？我回家了，我那个电话忘拿了，我着急用啊，我回家了，我来取电话来了，我幸亏那个电话忘了，我不回来我还看不见呢你啊。那你打电话告诉我。你要不要这脸？你谁呀、啊？我前脚走，你后脚你就把人领来了。你管呢？谁来我看。你别动。谁？别动。你啥意思啊？别动。啊？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睡觉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问你话呢。没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我不在家，我前脚走，你后脚就把人领来家了？啊？我说你天天着急的让我赶紧回家，让我赶紧回娘家的，天天问什么时候回娘家，什么时候回娘家，你这家日子这急的都不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不是啊？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？怎么了又？我问你谁？哎呀，你朋友，咱在那个什么，家里要是忘带，过在咱家凑合一宿。啥人？朋友？朋友你搂着干什么？见不得人啊！哎呀，好了，拿一个电话拿了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打电话啊！打电话给谁呀、啊？给妈打电话，这日子还有法过了啊？哎呀，还有法过了？哎呀，好，你看，朋友，你不想看谁吗？谁呀？啊？谁呀？我看。看，咋办呢？别笑。哎呦我天，你有没有点玩意儿啊？啊？怎么你不让我想你，我拿娃娃当你搂不行啊？怎么还给我衣服套上了？啊，这像啊。哎呦我这，哎呦我真服你了，真的。嗯。啊？别怕哈，睡觉哦。你咋想的？你吓死我了，你真是的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不准有下次了啊！别在这儿吓唬我，我可不扛吓唬啊！听见没有？不扛吓啊！那吓唬那我真……一个字绝。